肥妈同陆浩明今日就参加节目《健康食平啲拜神仪式》。肥妈就指节目已经拍到第十辑，今次就系主要针对疫情，会教大家简单运用食材增强免疫力。问到佢哋有冇加人工，佢哋就话：我有，咁劲啊！係嘛？你又疫情又成，而家啲經濟咁，所以變咗你又唔怪得，因為啲人而家要去點講啊？抑鬱咗要舒發啊！最緊要就大家即係平靜啲，退後一步，大家諗一諗，真係家和萬事興，家衰口不斷。最緊要就大家真係睇下點樣守望相助，去共渡呢個難關。